散下啲痛咩？唔好箍住我條頸，好痛啊！點解？大塵。哎呀，你冇擦太陽油咩？櫃桶入邊全部太陽油，你點解唔攞啊？喂，老公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刚刚到。是的，是的。哦，我家里人全部都来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平安到就可以。哎，女儿怎么样？在飞机上有没有哭啊？啊，我比较担心那个耳朵耳压的事。没事，在飞机上面挺好的，她都没什么反应。对，也没哭，还行，都挺开心的。她在飞机上面，看来她还挺适应的。OK OK。没问题就好。好了好了，那他们现在要接彤彤回家，然后我就飞北京了。行，那你就慢慢的啊，慢慢的啊。好，好的，嗯，好。想你们，想你们，么么么。好了啊，拜拜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他们都走了，我自己只能煮点泡面吃了。宝宝大哭不止，在机场他又要与妈妈分别了，妈妈红心又要乘飞机赶往另一个城市，而宝宝只能由家人带回家，由其他人照料。Thank you.